猫，你干啥呢？妈妈，我都看着你买螺蛳粉回来了，反正我可不是老鼠。馋包子，我一买啥好东西就看到了啊！螺蛳粉是涵涵前两天想吃的，所以我偷偷买回来了。他在很久之前吃过一次，他觉得不好吃，所以就再也没有买过。前两天不知道看到谁吃了，特别的香，所以呢，这非得赖着我给他买，是不是啊？那当然了，妈妈，我在网上看见了螺蛳粉配煎蛋是最好吃的。一看吃这就麻牙了的那锅的啊，开煮。哇，这么多啊！冷水下锅，趁煮面的功夫，咱们做个煎蛋。嗯，咋就剩一个鸡蛋了？没事，对付用吧。这是个小可怜儿啊，哎。妈妈，这就剩一个鸡蛋了。用吧，一个鸡蛋也行。螺蛳粉煮好，听说夹断了就可以熟了啊。要调到凉水里，这样面才会筋斗。锅里加热水，放入辣椒油，加入酱料，加入菜包。这个蒜丝好臭啊！放吧，来，醋包放不放啥？不放。啥不想吃这个醋啊？给面放里边，出锅。鸡蛋打出气泡，这样啥就可以了，是吧？锅里要多放点油。好像花呀。翻面儿。这看起来很有食欲，来配在螺蛳粉里边，他们不说往里边泡一泡吗？让它浸泡这个汁儿。尝尝。你干啥呀你？馋了。嗯，香。香啊你。来点螺蛳粉。你不是臭吗？这又不臭了。嗯。又香了你、啊、看看我这碗放的辣椒比较多一些，再配一个煎蛋，哇，放在里边爆汁了，现在咱尝一口，又香又臭啊，香臭香臭的，嘎嘎香，嗯，好吃，嘎嘎的香。你停不下来了你、啊、妈，看看一会儿的功夫，我和小韩都吃光了，吃的咋样，小韩？太香了，真的太美味了，我都已经好久没吃了，真的这次吃真的太好吃了，一下爱上了。嗯，不能让你爱上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也可以在家试一下螺蛳粉配煎蛋，真的太好吃了，太美味了。妈妈，我有点没吃饱。我再给你煮一袋。好嘞，耶。